一个人在公园里，不，不是一个人，周围有很多人。这个梦里有美猴王，看起来像我在上大的中文老师。为什么你这么笨呢？你爸怎么把你给生出来了？ 然后看到的是庄子，接着看到的是我的妈妈。可是，在我的梦里，她仍然活得好好的。They tried to make me go to rehab. I've been black, but when I come back, no, no, no. I ain't got the time, and if my daddy thinks I'm fine, they try to make me go to rehab. I won't go, go, go. I'd rather be at home with Ray. <好>你弄了什么？把你把钱出来，要不然我杀了你。等一下，我不能等，我应该杀了你，然后把钱拿走。我觉得你等等一下。我不能。我知道你要钱。你呀，什么都不知道。要是你开枪，我就不给你钱。这才是我想要的。 因为什么？因为我一上公共汽车，我就可怜你了。宁夏，你叫什么名字？你为什么想知道我的名字？因为，如果你做我说的一件事，我就告诉你我的名字。好。 好。几年前，我来到上海的时候，我遇见了奶奶。她七七事变以前从法国来到中国，她爱上了一个上海男人，不过那男人伤了她的心。 我以前来过这儿，可是这次来到不一样了。我啊，总想知道奶奶的麻婆豆腐。你从哪儿来？我从美国来。我来这儿是因为我想去上海的大学学中文，可是校内的生活太没劲，所以我 去工作，随后我不在乎。请告诉我你的名字。
Liao Fang.你的名字啊叫小强，是从福建来的。为什么吧？你想不想知道啊？想。那就去做呀。小静，你好了。现在机会很广了。好了，再来一个男粉。大哥，你贵姓啊？您贵姓叫小强。真的吗？真的。 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，我先走了，对不起。没关系，人气也本来不好，但你让我高兴啊。你能帮我一点吗？好啊。你的电话号码知道吗？够了，拜拜。下一次，别拦着朋友来啊。 看着他们，你有什么感觉啊？没有。为什么没有啊？我不知道为什么，你为什么问我？是我先问你的，所以你应该要告诉我。我全都告诉你了，但是你什么都没告诉我。你开心了吗？你的问题是什么？ 鱼之乐，他们开心吗？看着不开心。为什么呢？他们被困在狭小的箱子里。你终于开窍了，我就小一点。我们走吧。好。 告诉我你的名字。你为什么想知道呢？因为，你学过吗？道可道非常道，名可名非常名。你不可道，我不可名，没什么可说的。现在很多年以后，我仍然可以看到他，头发。 变黄，眼睛，他还在跟我讲着宇宙的秘密。那里有庄子、后王、我妈妈。可是现在在这儿，当我做着那个梦的时候。 看在这儿。 Stay close by me and hold tight. Chang and chap, just wrap around the belt and hold tight. Shut your eyes, girl, you shut me up for sight.